又问元帅要做个手工灯笼，孩子喜欢汪汪队，今天打算给他整一个汪汪队灯笼。亮了一个晚上，模型已经出来了，成品来了。汪汪队，汪汪队，我们马上就到。不论90后父母做手工灯笼，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好嗨哟，感觉整个世界只有我最要。好嗨哟，好嗨哟，今天晚上的一次到了。哎呀，我手拉了许梦月刀，我喊着响亮的口号。阿尼亚想要一键三连。